大家好，我是彭千佑，然后我今天非常开心，这是我第一次走红毯，然后能跟不良这个剧组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嗯，我有听说就是他们很辛苦的，礼拜三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就是《不良》这出作品可以被大家喜欢，我自己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也自己期许我自己未来继续努力，然后把好作品分享给大家。一定要选新人的男配。好问题，但我可以前五帅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谢谢。